新的什么？当年孔子就走到这儿，碰见俩小孩玩，孔子说：“那个让个路啊。”小孩说：“你没看见我们俩玩呢？你不能绕着走吗？”孔子觉得这地儿人民风他妈不古，孔子回去了。天井关，这是孔子路过这儿的车辙的印儿。孔子的马。车辙嘛，你看这。